里面稍微看一下，这样。这样就很痛了，所以那个药很重，很重，对，所以我都会垫东西。对对，所以现在就是准备让你不要再垂下来，因为它会拉扯。我睡觉的时候，我都会垫一包卫生纸。我就是只要是醒着。我就吹风机，就是一直给他吹，一直给他吹。哦，能吹到这样真厉害啊！然后后来就是人就比较舒服，不然我刚刚开始两个礼拜，不知道要这样一直吹，整个人哦连吃饭没有胃口，洗碗都没力气。后来看到您的那个直播乳癌影片，我才知道我是重症，一定要这样吹。对，后来才他这个才是干痛。你吹多久一天？我就是一直吹啊，只要24小时，随时。我只要是醒的，我就一直吹，就尽量吹。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，我就在家里。那你用什么电热吹风机？一般的还是用戴森？我们介绍。就是一般比较大只的吹风机。啊，因为它是表层。然后那个时候血一直流，就很没有力气。然后师兄跟我讲说去输血，我有输血过一次，然后就两礼拜前，医生说你这个很危险哦，你会感染哦，赶快处理哦。我想说，他如果觉得我已经快死的话，我也不要死在他手里。请问有姜汤吗？我们有姜汤的。哦，有。那不用，我先把这里先处理掉。我觉得我看看哈。它这里真的很硬，这个是不会痛的。你先从这边。不用，我这里，这样不会痛，对不对？不会。这应该也不会，对不对？不会。这个应该也不会。这个应该也不会。我妈跟我讲说，就放在这里拍。我妈跟我讲说，她要看。看那个是什么东西，你要不要带回去？对啊，带回去给他看。好，这个给你。我们有用带回去，把它装起来，因为这个它已经干枯了。然后如果不剪下来哈，有一个问题，你会有重量，然后会拉到肉。对啊，所以你会不舒服。我常都叫给他。哦，你这样会负担。嗯嗯。好，以后遇到这种哈，就一定剪掉。这一块也可以。这一块我再帮他修剪一下。好了，我这样都没有感觉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这个给你们留，拿回去做纪念。我知道，好了。我之前的肿瘤是两个男生拳头大，哎，对啊，这么大。我刚来的时候是两个男生的，两个男生的拳头大。我来第一次的晚上回去，血就开始流了。吹得很彻底，真的，如果能够吹到这样，我还第一次看到。那就是你时间真的够用，我一直觉得要可以吹到干，但有些人就是吹不干，就是时间不够。我吹一吹以后，人的精神就变比较好。我没有吹的时候，人就好像没了，但是主要是给他热，热的给他循环。那个李太太就是这样，我很可惜，我叫他没有，好，我叫他回去一定要吹，随时随地吹，他就没办法做到。他有时候还要出去说要怎么样，他没有吹，组织液很多。你是不是刚开始也一直流组织液？我只要一睡觉起来，就整片衣服都湿的啊。你看，我完全一样，那就这样。我说的是对。你的剪刀，好，就是一定，你有看我的影片啊、哦？有。我说一定要随时随地吹，24小时吹。我说真的，他真的有做到，因为而且他边做边看张医师的影片，没有，我那时候看你影片，我那时候人很没有力气哈，饭都吃不下，看了你的影片，我把它剪掉，才知道说我是重症，一爆开就是重症，
大概就是重病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 就很危险。我才知道说我是重症，一定要吹。一定要吹，热源要进去。第一是热源，吹了以后，我的心态还有调整，还有调整。不是他，我讲的他都会听进去，而且照做了。哦，有些患者我讲怎么讲都听不进去，因为那真的是，因为真的是有效啊。我知道啊，看到啊，但是你能做到啊，你信得过做得到啊。有些人我怎么讲他都做不一定做得到。每天都很忙哎、欸，煮农生汤一直灌哎、欸，他自己照顾。哦，他灌。煮农生汤。啊，你先生有没有帮你按？他没有单身。因为我知道你太太就是这样子，可以存活十个月，这就是喝农生汤，我就灌那个农生汤，所以体力就慢慢会恢复起来。不然我饭吃不下，连洗碗都没力气哎、欸。一直吹，一直吹，然后喝了农参汤这样子。他原本这边也有，他现在已经把它剪掉，也化掉了。本来也有，也有，是吧？也有，对，都有检查过，那个是对的，是所有帮我推开。真的没有啦，对，把它推开了，对，本来是硬的，上面这边是硬的，有一点点硬。他本来没有这么软，是硬的，他已经把它解掉了。他自己回去也做。他是自己按吗？没有没有师兄帮我按。他吹哦，那、啊、这里来是这里我们帮你按的，对不对？师兄都不手软，我都挨挨叫。师兄都不手软。可是哦，每次来回家的时候，息肉就开始一直冒出来，一直冒出来，一直冒出来。组织液嘛，就是一直流。两个拳头大的。哦，息肉哦，烂肉，我说烂肉。大概官方按开之后，旁边痛的按开之后，这个息肉啊，肉就是喷出来，肉一直冒出来。我相信，跟那个野兽像冲出来一样那种感觉。我那个两个拳头大哦，那个息肉是六个拳头大呢。男生的拳头大。两个拳头大，然后息肉是快要六个拳头大，我不知道这么深呢、欸。很深呐、啊，那个很深呐、啊，一般爆掉就。其实没有这么大，是因为我一年前在高院那边，他给我用出针穿刺。啊、哦，穿刺穿个四针几针。之后就开始一直大。对。大起来，然后又工作忙，我工作停他就消一点，工作开始、哦、又开始大起来。你说是去年高雄是几月？五月份。哦，那一年多了，现在十月，一年多。而且那医生还跟他说是良性的，结果变成、哦、良性，这爆掉肯定是恶性，怎么会是良性？那时候出针穿刺是良性的，那时候大小大概是鸡蛋大小，一个大鸡蛋的大小。结果肿成这么大，我真的要垂下来。所以他第一次来的照片也有，有。好，这个以后比对，这个精彩，而且你自己做的太好。对，他上个礼拜星期五来问他说你们好一点，他说我本来好一点，可是接了点小工作做，因为我不行了，哦，不能太累了。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不能做就是不能做，是不能做就是没有，因为他有时间性，人家我下面有卖东西，他要当天就要寄出去。一次给我买六样，以后都停了，都停了。对，啊，我东西就要找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对，我他就说他稍微好像去忙一下，一点点小。我现在要开启休假模式，我不搞了。哦，然后请他一定要随时注意组织要擦掉，他这个就是不注意组织液连到。对，哦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组织液盖到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我说的组织液流出来一定要清洗干净，表皮一定要清洗，用姜汤清洗。对，浓姜汤，记得我都有教他。哦，有教他了。对对对。哦，这个也让大家看，哇，这个。这个 case 我后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大概每一两个小时就要擦一擦、啊、然后就用那个姜去姜汤去把它。一两个小时也太久，要随时。你记得只要有组织液流到这里来，立刻擦。它只是隔一两个小时，马上变这样。我垫子放在上面，就是它都弄光，都不行，来不及。哦，那就没办法，来不及。那就变你家亲这边还要亲这边，都要亲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吹能够把这样吹到那么干的。哦，他吹到我第一次看到，我们这是要求吹到这么干的。我要求那么多人，我第一次看到，你真的信受奉行。好多亲友都跟我讲说，原始点，去医院呐、啊，你的命不要了。我就想说，你不要吵我好不好？你不要吵我好不好，你继续回去把这个吹干。他现在会更好吹，因为他现在这个剪掉之后，他以后吹会更好吹。所以这个要修掉。
那你回去也会比较轻松，因为剪掉之后就不会要要这样。谢谢，我觉得轻松多了。谢谢有哈、哦，剪掉这样轻松多了。你真的是我的偶像哎、啊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还好你来遇到他们，他们真的，然后你又自己做得到。我听到你太太的故事，我觉得真的是在救人的呢。我也是因为我太太乳癌，所以一直在研究这一方面。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也可以跟随你的脚步，也可以帮助人。好，你先好了，你光做到这样，我都很佩服你。继续努力。嗯、好，我们继续，那就这样了。好，把手这样放下。谢谢。盒子包装大概多大？就这么一大一大的。差不多够。那我还能带走了。哎，可以啊，挺好。那你要把你的手机摸上吗？给他。这边更痛，这边更痛，你捏的这个地方更痛。这边很痛哎、嗯，痛就是痛，就是要揉开啊，它才会消啊。这边觉得有一点紧，有点紧哦。这样呢？紧，就是旁边这里那个风，它就会集中在这里。就不会吹到这些地方，嗯。这个影片啊，大家前后比对，你看十月三号到十一月十四号，这整个过程中，啊，患者这么大爆掉之后，那时候他体力也很差，啊，然后他也怕冷，然后用电热吹风机一直吹，之后他慢慢体力就变好，啊，也因为一方面在配合按推。然后那个里面很多烂肉啊，就一直往外冒出来，那冒出来还有组织液也流了很多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它下面皮肤那个组织液只要一沾皮肤，一两个小时它就痒，所以我们书本上有讲，只要组织液流到表皮，都要立刻擦干净，用姜浓姜汤。好，那这一个。患者他本身一直吹，那最后也把、那个就是吹干的、那些、组织、把它剪掉，那剪掉之后、他回去也知道要修剪，所以之后我处理完、再经过志工按推，然后里面很多烂肉组织液啊种种又冒出来，然后慢慢就开始收口了、所以前后比对那个收口的非常漂亮、那也应该可以说也接近痊愈了、这样看，但很可惜 之后这几天又有一点变化，变化是怎么样，患者因为听说、他要申请保险，所以还是要去医院，还那医院去又要穿刺，听说穿刺了五针之后回来又到基金会，哇，这时候人又变得很虚，
他以前吹电热吹风机很舒服，他现在既怕热又怕冷，哦，体质一下子就变得很差，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一直劝诫患者，啊，哦，好不容易恢复了，哦，这些破坏性的检查跟治疗能免则免，但是他说没办法，哦，保险一定要再去医院，哦，那这样去了之后回来可能又要，花很长时间再来调理。那另外一般乳癌爆掉的时候，哦，我的建议是，哦，另外一边最好还要检查一下，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志工都会顺便检查，哦，那常常检查出来还是会有硬块，那有硬块这时候你赶快，哦，帮他推拿温敷，哦，涂姜本泥，啊，一般很快几次它就会慢慢变松软，否则一旦变得这么大的话处理上，哦，都是非常辛苦。那这位患者是很有意志力，他看了我的影片之后他也知道他情况已经严重了，哦，已经属重病很危急了，哦，西医医院，哦，也跟他这样说，所以他就把工作暂时都停掉，然后整天就拿着电热吹风机一直吹他的这些组织液啊伤口啊，把它都吹到很干，刚刚各位也看到了，所以收效很快，这也是我看到很努力的一个，所以整个过程中加上志工的指导，帮他周围痛点的按推，然后患者的配合才会好得这么快，哦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案例，可以让大家这样前后比对。那这个也算是，乳癌中的，一种类型。那吹到这么干的，能够很快恢复的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。然后我们也更印证了我们重病所说的，重病只要尤其像乳癌爆掉的话都会影响体力，所以我只要看到爆掉我都把它列为重病。那重病处理一定是要以热源为主，按推为辅，绝对不要太强调按推，一定是以外热源为主，因为它是局部。我也看过很多，哦，这样乳癌爆掉的，它局部没有加强外热源，有时候组织液不断的流啊，然后又因为，哦，体力会越来越差，哦，人会越来越寒，哦，所以一个局部就会影响整个体质，到最后有些不断流，哦，身体体力变差了，甚至有可能 还要输血，那他吹了，哎，体力也变好，然后又干了，伤口也比较能够修复，所以这确实是给大家一个警惕，啊，也知道重病外热炎的重要性。好，我这个就补充到这里。